传闻中，月族月尊东方青苍因修习上古秘术，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怪物。他手刃生父，夺取月尊宝座，控制十万月族士兵烧杀抢掠。仙界水云天，月族苍岩海，人间云梦泽三界，危在旦夕。仙界战神赤影女子为拯救苍生，不惜自爆元神，与东方青苍同归于尽，封印了十万月族士兵。然而东方青苍的元神不死不灭，一旦复活，地狱之火将再次席卷三界。传说中，唯有西山神女才能化解这场浩劫，但她却不知所踪。